alas lentamente desplegó y bajó al río azul para beber. Hello，好人好事安咪，今日。系啦，咁啊，今日主题系咩啊？主题啊。嗯。你讲啊。主题系港版国安法带来王朝不安，黑手是谁咧？呢个比较深层次啲嘅话题嚟嘅。 首先要報道話嗰啲疫情先，我哋好早一路叫啲人咧就提防嗰個病毒嘅第二波翻轉頭，好早啦，好耐啦，一路提一路警告佢哋。而家果然係啊，咁啊真係，而家電視都公布埋啦，話會有科學家話空氣傳播啦，同埋而家有嗰個病毒咧厲害好多啦。 咁大家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，因為佢最麻煩，中一招你依度咧個後遺症好大。再揾中醫咧就收報希望。我哋嗰個瑞士儀器啊，如果中咗招嘅人，我哋嗰個瑞士生物平衡如果盞燈咧有收報到個能力，嗰個真源。 希望有啲人知道嘅，推薦你試下。如果你試咗冇用嘅，我哋俾緊錢佢。即係你有人中咗招，有問題嘅，你哋擺低鋼筋，啱用你咪繼續用佢咯，好嘅就唔好嘅你俾我，我唔收你錢，即係幫到人。因為係好難醫㗎，你個肺嗰啲纖維化，你點令翻佢個細胞再生咧？ 但我相信我哋嗰個瑞士嗰個平衡儀，一個生物場嘅平衡儀咧，係幫到嘅。嗱，我哋就一路提緊呢個疫情第二波啊，但係我哋政府就因為佢最麻煩咧，佢每日有嗰啲學童入境啊，有啲有豁免啊，唔使隔離咁，所以撞板。佢又讀過以前啦。 又容易傳播啦，所以大家真係記得洗手啊、戴口罩啊。我哋嗰隻負離子水咧就真係好重要，真能離子水真係要噴，出入都噴一噴，冇蝕底啊！唔講得少啊！我哋好早講咗㗎啦，呢個真係好早講。 喺嗰個茶餐廳度食嘢，幾個司機中招，幾大鑊？我哋比較而家啲人咧就問我喂，你而家對嗰啲時事評論啊、香港啊，又要禁制嗰啲言論自由啊、啲網站啊嗰啲全部。 咁我哋感覺係有黑手嘅，黑手。因為基於佢中國嗰個機制咧，去到佢要選擇，我哋共產黨就係睇嗰個現象嚟去採取針對性行為嘛。佢揀到呢啲方法係認為有效，咁咪用咯。 佢冇再諗第二，佢又冇諗翻個因果係邊個搞出嚟。所以開檔嗰日咧，企咗個董建華、梁振英嗰啲係好，其實嗰啲人真係唔出得去嘅。成個香港就係呢兩個人同埋而家呢個特首搞出嚟啊嘛。反而曾蔭權冇咩搞事嘅，知唔知啊？大家睇翻轉頭。冇乜啦，佢打份工。
就冇搞咁多鬥爭嘅社會。就你董建華、梁振英同埋而家呢個陳娥。但佢哋而家當佢哋係有功勞咁樣出嚟，你係死唔死個社會？呢啲真係無間道嚟㗎。佢哋咁，你中央政府有冇評估喎？佢可以搞，但係真係唔係咁樣搞法。我哋成日都話㗎，你國家安全法好，你英國殖民地啲其實夠用㗎，你唔使大鑼大鼓咁樣搞法。咁樣搞到成個中國咪俾人圍攻咯，係咪啊？你話係咪嗰啲無間道咧？咁你唔使評估噶，但國內就冇得評估噶喎。只要某軍，即係只要我哋習大大話啱搞啦，咁下邊啲人就完全唔可以反對噶喎。所以你叫佢隔離咗佢身邊人評估多餘嘅，佢點評估啫？佢唔喺香港住入邊嗰啲幹部，喺入邊做人大嗰啲啊，法官嗰啲冚唪唥喺大陸噶嘛。他怎樣出聲說不要搞，自己立刻被人搞的嘛。所以他的制度是最不家產的，現在中國的制度就是。所以呢，你太平盛世就沒所謂，一有危機中國是很危險的。他沒有獨立的機制去制衡他嘛。好了，比有人一做錯了事情，那就個個跟著就一意孤行了。2800多人通過，誰去評估啊？你說好啦，佢想評估又冇喎，因為你都冇個內容做出嚟啊嘛，淨係為咗國家安全穩定，你要通過啲法律啦，邊一個敢反對先？全世界，因為佢係好撚大條道理噶嘛，表面。表面。但佢唔知個餡咁撚撲街啊嘛。有冇寫啊？佢唔知佢入邊整咧，然之後揼撚手之後咧，佢搞好撚多僭建啲嘢出嚟啊嘛，無限放大啊嘛。放撚大到嗰啲叫做光復香港、時代革命都係唔撚掂啊嘛，係嘛？咁你指意習近平會評估咩？佢唔應該評估啊！國家主席，佢又唔係法律界。咁你指意人大代表咧，法工委啲人評估咩？佢又冇喺香港住，佢又係接受到黨嘅指引要制定呢套法啊咁。佢話調撚轉嚟行，嗰法律嘅條文啊啲未有咧，佢就過撚咗人大先，即係大石砸死蟹，一定要通過㗎。你邊個敢話唔通過咧？為咗國家安全立法，係咪啊？當然啦。通過啦，然後先泄啲餡出去，咁咪搞撚到而家，全世界圍攻你中國共產黨。咁咧邊一個黑手咧？你話咁啊？就你香港啲人黑手咯，梁振英啲黑手，董建華黑手，林鄭月娥同埋嗰個律政司都係黑手。佢係出賣咗個，佢係製造咗黨國嘅危機。應該追究噶，即係如果我做習近平咧，就一定追究邊一個黑手先。咩？未敢試過咁大危機噶嘛？共產黨成立70多年，我哋啲共產黨嘅 fans 嚟噶嘛？屌你啊！冇你搞撚到咁樣樣，係咪啊？你搞乜撚嘢咧？冇人去評估，連嗰啲法律嘅細則乜都冇，咁你要玩呢個咁嘅遊戲，過撚咗即係差唔多夾撚住你行。咁邊啲黑手先？好啊！而家你搞到全世界圍攻俾人，好啦，咁啊邊班贏緊咗咧？嗰啲鳩流流嗰啲上去搞事啲，因為靚咯，贏緊咗你咯，同你攬炒咯，你明唔明白先？佢坐咗幾年監，屌你啊！冇閪嚇，搞撚殘你啊！你話你付出嘅代價幾咁大啊？計數啊！
我一到你搞緊聯合美元法，而家全世界一路跟風取消曬嗰啲引渡條例，咁你只係廢噶嘛？你在香港殺緊死人啊，打劫撚咗佢都唔撚冇引渡，關人撚事？你仲撚大撚鑊？取消引渡條例嘛？我話呢個就喺嗰、那個犯罪層面嗰度帶嚟俾你中國嘅影響。所以你中國的逃犯啊，乜撚嘢走撚曬去外國咧，唔撚同你搞印度，聯手啊西方世界，哇！佢影響邊撚度深遠咧？一個國際經濟嚟你國家投資，或者同你做生意，佢唔同你認為你嘅法律冇引渡協議嘅話咧，佢點樣同你簽合同啫？佢承唔承認你嗰法律體制啊嘛？點做生意啊？你明唔明啊？我同你簽咩？同你違法嘅話，我引渡你唔到喎。知唔知啊？係嘛？所以佢係直情係佢哋諗唔到個後果好咧嚴重。如果取消曬啲國家同你取，咁啊係你當然你會保留到有七八十個啲國家咧冇取消。即是說支持他們立法的國家，但那個國家有沒有人去呢？利比亞、非洲那些，沒錯。所以 你自己中國政府，你自己的黨的內部是不會犯這個這麼嚴重的錯誤的，這個不是去搞鬥爭的時候，即係鬥爭唔係喺呢個環節度搞鬥爭，即係你唔可以牽涉到個經濟啊，同埋你將來喺個世界舞台嗰度運作咧咁撚傷嘅。咁啊，而家嗰班黑手黨咪嗰班無間道咪成功咯，啲黑手。咁你嗰啲上街示威啲僆仔啊，鳩流流乜都冇嗰啲，佢同你攬炒咪當贏撚咗你啦。你共產黨同埋個國家嘅經濟啊受損啦。同埋係好深遠嘅傷害，經濟，同埋仲有好多國際上嘅操作好深遠。咁啊，正話講咗係有一班人受益啦，有啲人想你中國共產黨冧台嗰啲，係咪贏咗啦？好啦，大家翻轉頭講香港人，正當嘅人咧冇受益㗎，你冇搞事冇成。但你會受損害啫，你就話會驚咗，唔好亂咁講嘢，同埋咧你冇以前咁自由，呢個都係撲街嘅大原則嚟講。你破壞咗社會嗰個香港原有嘅自由價值啊嘛，係唔應該做呢個動作啊。但好啦，佢帶嚟咧係好多人得益嘅呢次，全世界開太平門，美國都收人，冇 BMO 都走得。只要你上過示威過，由六月九號至到佢自駕嚇，好似唔知道邊號嘅三號前咧，好似上個月之前咧，到由六月九號舊年到到今年嘅六月三號之前，而家上街特登去示威影張相咧冇效，即係你係知道話有得收留你先去嘅啫。喺之前嗰段期間上過街，或者犯過法，或者有擔保有剩。甚至無你一上街有相片拍到的話，美國都開門，沒有 BMO 的都開門，那你就有個機會可以移民到美國，不用申請，很難得的機會。澳洲又開門，紐西蘭開門，加拿大開門，英國開門，那 你香港人呢，那個是你知不知道現在移民到英國，如果兩個子女很著數，你讀書免費嘛，你睇慳幾多錢，所以咧都係始終有福氣嘅。香港人即係不嬲都做好事啊，年年都話三捐籌款啦、保糧籌款啦、熱心中國華東水災又捐錢啦、中國地震又捐錢啦，大家都係熱心嘅，無所求嘅，所以咧都係有福氣嘅。香港人嗰批人都走得，咁但係對中國冇大影響。因為中國佢預咗你啲人走，佢哋口度留島不留人嘛，佢咪揾啲人嚟補充咯。佢因為佢哋
佢哋共產黨係一個好有自信嘅黨嚟噶嘛？而家四個自信嘛，四個添，道路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仲有一個咩自信我都唔記得，成日講講下講到唔記得。太多自信啦！太多啦！啲自信信到唔嘢，信到上床自信，屌你！信到你唔信啦，總之走之自信，係咪？因為你充滿自信嘅，所以你唔使驚，佢黨員又唔會影響嘅。佢一樣係咁多公司嚟香港上市，又咁多運作，因為佢咁多留學生，佢自己認為叻過你噶嘛。佢大把人才，佢更加仲可以高薪請翻啲人喺香港做嘢。就算你香港仔走咗去英國叻完之後，佢可以請翻嚟你翻香港做嘢噶嘛？你俾一個人工咪得咯？因為時你轉開身份啊嘛，你就係英國嘅居留權，放棄咗中國國籍。就再同中資打工又冇所謂㗎，你俾錢多咪得咯？做翻嗰間度，翻嚟又係住翻嗰間屋，喺翻嗰度租翻屋住，係咪啊？但你變咗身份嘅，啲細路仔走曬有書讀，唔使讀香港啲咁嘅國際學校，萬幾蚊一個啦。英國讀書免費，你有居留權就係嘛，係咪好抵咧？就 OK。係著數嘅，你所以大家咧，同埋你香港而家嘅經濟咧係大鑊緊嘅。大鑊緊嘅，所以做人咧就唔好咁悲觀，一定要有鬥志，一定要冷靜，咁你睇到好多好嘢嘅。我就多好嘢啦，成日有嘢炒呢啦，係咪？成日有嘢炒，你大把嘢炒啊！咪咯，又上又落，幾好炒啊！你收到風話，共產黨，風水落嚟，谷起港股，你又走一轉啦，嗯，係咪？炒騰訊，咪咯。好多去炒啊！所以你要一定冷靜。我如果你冇咗嘢做嘅，你一定要走做鐘點，乜嘢都做。嗰啲年輕嘅女仔走學做家務啊，好似唔知學十幾堂啫嘛。家務助理？唔係啊，淨做嗰啲家務嗰啲人，政府有噶。做嗰十個鐘嚟有證書俾翻你咧，去做鐘點咧$100個鐘。嗰啲家務助理，家務助理嗰啲係叫家務助理。家務助理，嗱咁啊有呢啲，仲有你學習嘅時間，仲有幾千蚊餅你嘅喎，1,200啦。唔係，總之你唔使交學費喎，但係係好學士喎，因為啲賓妹嚟唔到嘛呢期，你明唔明啊？夠期要走啦。即時做賓妹。唔係你做鐘點最著數㗎。你做得好再醒嘅喎，你做啲好人家嘅嗰啲比較中上家庭嗰啲，你真係做得好勤力嘅，你真係有醒喎，邊有錢啫？我都請你幾個鐘清潔啊！咪咯，譬如請你三個鐘三幾百咧，俾夠500啦，唔使走啲啊！你做嘢細心係嘛？加係嘛？我做三鐘做三個幾人食，因為嗰有錢嘅人唔會同你計較呢啲噶嘛。所以嗱，呢啲又係出路嚟嘅。係咪？咁我建築工程你一學嘢又係出路嚟嘅。你學識收甲咧，又係仲犀利過出路。嗰啲右手指甲啊，右甲啊，嗰女仔啊，美甲嗰啲幾百蚊㗎，遊一遊。嗯，緊要。嗰啲做美甲啊，幾百蚊㗎。嘢嘛。咁好做咩？喺英國仲貴啊！你去咗英，所以你學定啦，你走去英國啊，鬼畫符咁遊一遊啊！收埋甲仲貴，但係收甲咧真係要學嘅嗰把鉸剪。但係而家啲人唔識用，啲人唔用鉸剪，用指甲鉗幫人做咧，多數扎扎扎扎扎扎完之後揾個嗰啲鋤刀啊磨翻落去，跟住塗浸嘢嗰啲最快。喺大陸嗰陣時喺羅湖城嗰度三條嘢啫嘛，$30係咪？幾百蚊㗎，你外國啲幾百蚊。以前有集明星啊 ，call 人上門做噶嘛，張國榮嗰啲、梅艷芳啲 call 嗰個收甲師上嚟屋企做啊，嗰啲過千啦、啊，起碼。幾萬啊？我啲唔知啊。上門啊！所以人生咧，大家最緊要唔好俾嗰個環境咧打擊你，乜都做住先。去麥當勞做嘢當學嘢，登記曬佢成個麥當勞流程。嗱，有機會自己開間快餐店。係咪？
所以年輕的一定是要有鬥志的，完全沒問題的。咁你個人走咗去外國，你都係保持啊！我中國人，你又幫翻中國人搞扶貧搞成冇所謂噶。因為你喺呢個時代咧，有扎嗰啲咁嘅無厘頭嘅無間道出嚟，無厘頭嘅黑手出嚟，搞到個社會立立亂。咁但個世界會變噶嘛？你避開咗冇所謂噶，一樣可以去外國，係咪啊？我就冇打算走嘅，但我離開嘅時期咧，會隨時離開。我避嗰個戰爭嘅，即係我動機唔同。我唔係話驚咗香港乜嘢，我唔使走。但我點解我都要行開咧？就隨時準備咗咧，唔係今日嘅啦。我不嬲都係準備隨時行開嘅。一回歸後咧，哇！屌，不但出人工嘅十幾億導彈對緊住香港嘅啦。張圖啊，畫過啊嘛，回歸咗啦嘛，所以我哋隨時準備咧，唔知幾時有戰事，會由台灣引起咁啊！前我哋計數，啪一聲屌你，瞓一聲夠啊！解放台灣，屌你咩？香港仲燒撚埋，所以我哋隨時係準備走嘅，所以對我哋冇影響。但我哋走咧就唔係為咗離開個政治環境，係為咗避開個戰禍。好啦，咁啊，教大家少少啦。換定啲美金擺屋企，唔好擺銀行。擺銀行冇撚用嘅，又冇息，隨時唔俾你攞。買定啲999金，買加拿大嗰只999金粒啊，嗰啲借嗰只錢啊，又係擺屋企。因為擺保險箱，因為戰爭咧，美金可以唔使喎，你唔好話美金冇撚巴撚幣喎，你睇下越南啦，唔撚信你美金噶，買樓都收金條喎，而家，黃金，信黃金多啲，你嗰陣時你上嗰啲越南佬走嚟走難都係俾金條上船噶嘛。係咪？佢點撚知你啲美金真定假啫？屌你有冇收撚到啊？肥仔金嗰啲咪撲街，收撚到啊！屌你有冇潮州金仔嗰啲美金咪大撚貨？屌你係咪？係紐約先驗到真假啊！佢嗰只美金都算百撚幣。而家你拎撚咗肥仔金啲美金去辦個普通入啊，驗唔撚到㗎。咁但係唔知邊張係啊？咪肥仔金出品喎？驗唔到㗎。係咯。你要個人有懷疑，寄撚翻去紐約總部先驗撚到，都算叻啊！你個真係奇人嚟啊！咪最撚真咧，佢係做嗰啲人民幣，老母喺北朝鮮中朝邊境猛賣嘢使人民銀仔，全部。但係你因為你驗唔到啊，個撚個咪當真用，所以嗰陣用緊㗎。因為佢美金做到咁撚真，做你人仔啊十撚歲啦，係咪啊？所以通街有人仔都有人肥仔金嗰啲人仔噶，佢攞到嗰啲紙同電白。誒，好撚巴閉啊！總之佢哋佢真係專家嚟嘅，專家嚟嘅，專家嚟嘅。或者製造嘅，製造嘅，製造。嗯，要幾多人幾多？所以世間好撚多天才人才，所以大家做。因為你一上機即刻有現金，唔使去你夜晚走，你冇得去銀行提噶嘛，所以你喺屋企咪擺啲三幾萬美金咯，有嘅就最好啊擺定100,000美金現金啦，咁啊擺定啲黃金啦，啲黃金你就冇人睇升跌，冇嘢牽掛，希望啲黃金自己一生人都冇人用撚到佢嘅，所以升跌唔撚關你事，留翻俾個仔。是保險金，你一想升跌就多撚餘的，你不如只是炒期金，那黃金是買保險的，或者擺一些在外國某個地方，人一離開了你 有錢才行的，是吧？一打仗美金都不肯會變廢紙的，大佬，哪個擔保美金不變廢紙的，你告訴他啊。一打仗，屌你咪銀行唔開檔咁啊？點樣提款啊？
你啲係印尼人咧最有經驗啦，排畫嘛，以前係咪？逃亡啊嘛，臭鬧嘅有經驗啊，所以話印尼佬咧個個屋企有幾百萬噶現金啊，即係五六十萬美金啊，個個擺屋企。隨時準備走佬。一定有噶，有經驗啊嘛，你能唔開門咩？係咪？開都攞唔到啦！你乜擠提啊？大佬排緊隊，對你點講啊？係咪啊？早幾日同我講話，只銀行攞美金啊，唔知攞二千嘅咋？咁撚撲街啊！缺事。好咁啊！大家問一個問題啦，去撚到而家個局面，咁啊，自己中國人啦，俾隻鬼佬圍攻，我哋唔好講佢嗰個是非黑白先。面對而家俾啲仲多撚過八國聯軍，而家好撚多個國家圍攻，有乜嘢計可以解決呢個死戀咧？或者和咧？或者化解到呢個衝擊咧？共產黨自己提出咗有六大準備嘅，梗係糧食最緊要準備啦，又諗到連嗰、那個美國嘅美金同港紙脱歐，佢哋都諗埋啦。應該要諗六大準備，即係打撚到你。好啦，咁我哋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喎。咁大家諗下有咩計可以保持到個中國仲可以繼續生存到耐？追究責任就不需要講了，正話講緊咗啦。你成個香港咧就啲董建華啊、梁振英之流啊，而家呢個特首之流嗰啲冇病嘅領導人、冇腦嘅人，啊唔識睇個大局。佢唔知係咪無間道想害鳩共產黨同中國唔妥，因為咧唔會搞呢啲遊戲。你點樣會俾佢佔中到聚到人啫？佢哋搞緊到佔中到聚人，越聚越多，成咗個虛空嘈天巴閉啊嘛！好啦，咁你嗰啲土共啊，嗰啲建制派啊，忽然愛國，為咗自己嘅利益拉幫結派，走去搞鬥爭、搞對抗咁樣樣，咪點樣咗香港分裂咯？你睇我六年前開麥講嘅嘢，我哋香港唔係一個政治城市。你共產黨千祈唔好再播呢啲咁嘅政治嘅元素喺度。佢就偏要嘅話搞啊！因為佢啲台地嘅土共咧有利益啊嘛，搞撚完光宗耀祖喎，加肥屋用喎，係咪？你睇梁振英嗰成日急怪咁嘅啫嘛，屌你啊！冇喺而家搖啊搖啊搖緊到，就係哇！屌你，咪屬於國家領導人級啦！咁你睇個撚樣，大家屌你啊！你告我啊！梁振英你個撚樣！個個違撚反國家乜嘢國安法啊！屌你老母！你咪乞兒係咪啊？成日都鏡婆婆一圍養佢。嗰個法撚用曬啲人㗎，捐錢嗰個眾籌告察佢老母啊，係咪啊？董建華費撚事鬧佢啲咁冚家產垃圾就死啊！個撚樣借㗎啦，係咪？開始卸啊！我想借啊！最好佢老母喺仲撚埋風，瞓佢咁樣兩年喺度，冇死住，係咪？摸住條賓州流眼淚，屙唔到尿，係咪先？一正辣撚殺嚟噶嘛！屌你有乜罪魁禍首就呢啲咁嘅人香港，係咪啊？冇撚港獨嘅又搞個港獨出嚟，係咪先？冇顏色革命嘅又話搞顏色革命出嚟，係咪啊？本來都冇陰物噶嘛。香港是揾食的社會嘅，係咪先？咁你共產黨一你個制度老撚土，收撚到真實嘅情報，你都唔撚敢同中央講，有啲講唔撚到，係咪啊？咁啊上邊嗰扎盲工黑弟就屌你，冇睇撚住個畫面，哇！有人放火，有人掟嘢，
屌啦，佢又唔撚聽到嗰啲差人咧講普通話嘅，屌你兩個都係撲街。cut 咗。嗰啲唔會俾佢知啊嘛。嗰段 cut 咗。嚇？嗰段 cut 咗。cut 咗啦。唔會俾佢睇。仲有啊，網上。網上我哋唔識靠啊。係咪？咁你聽到嗰啲香港警察講普通話，屌你！你中央政府你搞咩啊？係嘛？所以人哋雍正、康熙皇帝嗰啲係叻嘅，就係叻嘅，幾啱心水清啊！啊！而家搞到變咗東廠。係嘛？佢真係東廠啊好啊！佢想最撚慘就屌你係咪？廠唔似廠啊！嗱，東廠治港啊！你老母你真係搞笑啊！哦，咪唯一似嘅咪成班阉人咁咯，阉人。但世間咧一隻筷子夾唔撚到豆腐嘅，你揾一隻筷子夾豆腐俾我睇下。兩幫吳家產土共同埋啲民主政棍，屌你冇閪！你李柱銘之流嗰班吳家產，戴耀廷之流嗰啲撚樣搞佔中。屌你老母，扮曬魚蝦蟹，啲佔中三子撚樣而家唔出嚟，屌佢老母，係咪啊？我啲靚仔啲後生仔真係送死，係咪先？我一早屌撚咗啲人噶嘛，屌佢哋幾耐啊？好搞唔搞？咁樣搞法嘅咩？係咪啊？一黨專政關你撚事咩？話一明河水不犯井緊水啊嘛！屌你，我哋自己又搞緊彎嗰塘水。中國有佢嘅歷史嘅背景原因噶嘛？你有咁嘅聲，民主政棍屌你，唔可以亂插亂搞，關你撚事啊！人哋話撚明河水不犯井水噶嘛？屌你，唔好叫人結束一黨專政。中國人都幾撚支持一黨專政，我咪講少噶。你行一翻大陸，你可能冷靜諗下，特別行翻農村，冇人話共產黨唔撚好嘅。起碼佢生存到嘅，知唔知啊？如果呢次啲咁嘅話，呢啲水災呢啲咁嘅醒，如果唔係共產黨睇檔，屌你咪仲死嘅人多一組。屌你，你就係香港仔，屌你乜乜柒都唔撚知，戇撚鳩鳩，結束一黨專政，屌你咪！如果香港啊，講句笑話，假設香港真係搞緊成獨立，俾呢班咁撚樣揸裝，屌你妹！走走唔切啊！亂過亂世界人，講得啱唔撚啱先？咁撚易管流個國家，你搞撚條新界俾我睇下，嗰中地霸地嗰車位，你咁柒咧？李柱銘你咁嘅撚樣，你咁嘅吳家產政棍，屌你老母！我睇呢啲我撚樣係真嘅，因為點解我判呢個人證咧？我喺廿幾三年前。嗰陣時係中英會談之後嗰啲咩基本法初審委員會，我同佢同 lift， 我喺中建大廈好似同佢同 lift， 我哋不嬲都唔起眼噶嘛，我閃埋邊睇緊住佢個撚樣，嗰啲神態，我哋話吳家產正撲街嚟，包括佢同埋佢係同埋金融嗰類型嘅人。啲咪濕鳩撞棍，屌你老母！嗰基本法咁多漏洞，屌你老母閪！你點樣？你個撚樣做基本法委員會啊，大佬！你梁振呢個撚樣咧都係做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啦，仲做秘書長成啦！屌你老母！你嗰陣時唔整埋啲漏洞佢，留翻今日去害香港人，係咪抵屌先啊？邊個仔？你大狀嚟喎！屌你老母！你冇睇嘢㗎？睇唔撚到啊？我睇尾巴。睇到屌你乜博懵啊！想揾鳩共產黨笨柒啊！共產黨俾你揾到笨柒，屌你有冇啲冇腦嘅？佢啲人間一當人哋冇到噶。喺呢一科嚟講咧，你輸俾共產黨噶，搞鬥爭啲衰嘢。唔係講笑啊！而家佢輸俾就話你嗰科技啊，你嗰啲經濟嘅遊戲規則佢唔撚識嘅啫。但你睇下呢十幾年，佢哋學撚完你改革開放之後。或者香港人嗰度上市啲嘢，佢揾笨柒叻撚過你啊，得個彭靚撚過你啊，係咪啊？做賠數大過你。係咪啊？佢又多年嗰班撚樣咧，睇人哋唔撚起，因為搏撚到懵，咁咪識鳩你發咯。
你加多一句啊，個基本法以英文為主的，咁樣樣你都冇印象，佢冇得識啦，啱嘛？既然間你係回歸嘅話，我哋係行翻 common law 嘅，咁我哋用翻以英文為主。如果有拗撬就，咁佢係識唔撚到。屌你乜中文都叫初識又識啊！你睇個詩詞歌賦啊，點解亂撚噏都得㗎？你問下大貓個數啦。當然。係嘛？玩文字遊戲啫。定點？你想要點解？點解啊？你記得佢上次識法識到個定點位㗎，逗點位。一個圈仔又唔同噶，屌你有乜咁都有解啊？上下更加前後唔同啊，仲撚難搞啊！落雨天留客，天留我不留咁有排搞啊！屌你有乜個前後左右嗰啲標點符號？你有冇想點解嗰啲法律咧要話以英文個合同咧以英文，如有爭論咧以個英文演繹為主嘅？你有冇李樹銘嘅？你唔寫啊！你個撚樣係嘛？你咁咪冚間撞棍，屌你有冇搞民主？你照你個鏡啊！屌你老母！你戴耀廷都閪人嚟噶嘛？點搞民主？陳建文嗰點搞民主？咁啊！屌你有冇臭閪咗趁虛？我一早講嘅咪今日講嘅，佢一搞啊屌撚啲有噶啦！我冇撚理由俾你罪人罪得咁撚耐嘅，一個政府一定有陰謀嘅。而家你揾多啲僆仔翻去，咪俾人踢走咯！翻頭冇拉到嗰啲啊，過境嚇，佢幾多戇鳩？佢可以政權貧不與富敵，富不與官爭，就咁簡單。佢坐喺度有公權力喺手嘛，可以拉柒你、害柒你嘛，同你鬥長命嘛，你邊個話？除非你搞革命，搞革命又唔肯同啦。但你香港都唔係嗰回事嚟嘅，有你媽過出去扮嘢，係咪啊？打到共產黨，屌一結束黨專政，屌你老母啦！我早屌你啲人㗎，我哋咁柒咧，咪行深圳界咯。而家唔使啦，而家行中環嗌得啦，近啲。嗱，你老母行中環嗌一即俾五皮，屌你老母閪咁撚多嘢，嗰班撚樣嗌啲口號啲人啊，好嘛？俾十個，俾十幾個，咪屌你有冇走一百人過去嗌我？唔見幾百萬唔屌啦，係嘛？啊，你走做唔敢唔好嗌，打到共產黨，屌你老母，咁柒叻嘛？你咁撚勇嘛？起啲聲唔聽，咩勇武鬥爭？屌你老母，咩勇武？你個撚樣，擺個青人箱仔，劇撚曬水，拍翻錢走佬，你個撚樣仲似你班批人？屌你有冇指你班吳家產去搞成獨立？你香港有份行，我就切緊條賓州磨粉。佢何德何能識管理個社會啊？啱唔啱啊？真要而家冇撚一個你嗰啲土共左棍忽然個一個同呢班搞民主咧，就屌咪成班吳家產就係香港罪魁禍首。搞屎棍呢班叫做真噶。在那裡搶錢，餓狗搶屎吃，為了那些議會有十皮八皮，有風頭出，招搖蓋市，要爭那些東西而已嘛。我們幾年早說啊，香港屌你，沒有一無糧出了，找了，靜穩了，立即鬥爭都。人家英國人真的厲害，不到你不肯認的，做議員沒有糧出，屌你，是不是？你去爭啊，我讓給你做添啊。你叻人咪去咯！而家你睇下嗰個立法會行出嚟，冇一個似人君嘅。你話似乜撚嘢？我當嘢。我話出曬名垃圾。咪真係要屌噶！呢啲我哋真係唔係話幫建制派，屌你！我哋喺度拉繩拉咗成半個月，搞乜撚嘢啫？你事有輕重緩急噶嘛？你唔可以阻政府啲嘢噶嘛？你鬥爭咪揾個第二個舞台去鬥咯！屌你！冇拖撚咗成半年，你咪抵屌先！你幾撚啱都抵屌。市民選你出嚟噶嘛？你有冇喺你度出糧俾你噶嘛？你有冇停撚頓咗唔做嘢搞乜嘢？我哋嗰啲咁嘅李慧瓊咧更加抵屌啦！為咗個人嘅利益，屌你冇臭閪！
特登退出嚟，唔等佢選翻翻個主席，點解又俾人有機會拖啲？你成班家產冇一個爭落，成檔嘢立法會嗰啲，成個香港政制嗰人物冇一個爭得落，冇一個好人，屈指可數啊！叫做話咩？真係有個心出嚟做啲事嘅啫，數唔出十個。成個立法會行政會嗰啲，你湯家驊嗰啲，屌你乜你唔係優柴優米啊嘛？你咁乜撚嘢啫？你陳光生嗰啲咁嘅八婆，屌你啊！冇你退咗你退啦，你出嚟收人兩個錢，屌你冇踩仲喺度扮嘢，係嘛？你唔係免費喎，你收錢喎，你個撚樣老拳婆，屌你咪害鳩拉光潔派害鳩靚仔喎！黎智英我哋唔屌佢嘅，佢洗撚濕個頭，佢行呢條路焗撚住咧，咪就屌你乜個檔嘢執撚埋添個蘋果。佢洗撚濕個頭，但係燒撚到咁撚大，點我撚樣今時今日冇事咧？我都仲有個 question mark 㗎。如果俾我做共產黨嘅話，佢燒撚濕咗一做，點解唔會消失咧？呢度我有問號嘅。你可以好撚多病痛死消失㗎嘛？係咪啊？你令啲人中風好撚易嘅啫嘛，啱唔啱先？令人中風好撚易嘅啫，包血管。屌你媽揾個膊頭擋啊！屌你媽啲膊撚紋，你咁啊闖你一百年幾都撲街啦！同你打埋山同狗啊，流緊血㗎，唔該你帶定啲嘢嚟啊！流緊落血個腦都缺氧啦，咁撚易啫？瞓撚咗喺度，啊起一晚身嘅就屌你咁啊，罩下罩下，搞條撚鬥爭啊！但我哋到而家點解冇事咧？所以我哋有 caption mark 嘅。對好多人仲有問號嘅，特別嗌你打到共產黨嗰啲撚樣啊，結束一黨專政嗰閪人啊，係咪？你跟下佢啦，睇佢出入地方同啲咩人來往咪知咯。收幾家茶禮嗰啲撚樣，冇撚中招啊！真係香港唔撚識頭。我而家搞到今時今日，你共產黨俾人裝撚咗彈弓。扯你落水攬炒，跟住你俾自己啲無間道黑手害你啦！摸個共產黨，屌你冇臭氣，打撚到埋身，全世界圍攻你。你個咁嘅撚樣柒我，屌你啦！冇當自己好打得，你害撚死個國家啊，害撚死個共產黨啊，係咪先？中國冇一個共產黨鎮唔到場噶。好撚大撚鑊㗎！佢呢啲人戇鳩鳩嘅，十幾億人啊！屌你媽五十六個民族啊，九拗九骨啊，鎮唔到場㗎！啲鬼佬望你冇亂啊，俄羅斯啊搏喺度啊，等緊你啊，等緊你，點解拗曬頭？點解俄羅斯又賣坦克車，又賣飛機俾印度咁撚過癮嘅？有咩問題？嗱，就係講開印度啦。咁啊，點解今次印中印呢個發生呢個邊境鬥爭咧？全世界幫佢幫佢嘅咧？喺中印嘅戰爭有冇人話同中國講好話冇？嗯。美國又撐，俄羅斯又撐，以色列又賣架撐去，我屌你係咪？咁你中國外交部你搞乜撚嘢啊？究竟？你使咁撚多錢？周圍要搞乜嘢戰狼外交、乜柒外交、微笑外交，全部翻嚟嘅就黃撚交，係咪？咁而家你自己褪先喎，呢一鑊共產黨正啊！呢次我要贊成啊，俾掌聲你啦，識褪，屌你老母！出資學識褪呢樣嘢啦，一次唔係嘛？褪撚完印度佬咪褪咯。因為我喺我早兩我提撚咗共產黨啊嘛，呢個老友啊，我屌你咪屌唔過噶！俄羅斯俾咗千架坦克佢，唔通使啲坦克車上喜馬拉雅山嗰同你打？點使上去啊？梗係有後著啦！